下掌声欢迎第一次参与的陈爱妹老师。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看看你的左手边，也看看你的右手边，再看看你的中间，欢迎陈爱美，掌声欢迎，也是第一次参与民歌四五公公，欢迎周子涵。蓝老师，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也看看你的左手边白色 T 恤那一位，也看看你的右手边，再看中间第一排，也跟后面的大机器挥个手，欢迎蓝老师，掌声欢迎陈宇恒隆的李明德老师。谢谢明德哥，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's welcome 王瑞宇老师。瑞老师想向后退一步，好，太前面太高大，再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再看看，哦，再看看你的左手边，看你的左手边，对对对，左中间左手边第一排，太棒了。谢谢瑞哥，谢谢，掌声欢迎王海玲。海玲姐你好，看看中间第一排，中间第一排哦，来看看你的左边哦，闪光灯像打雷一样，表示大家好想拍你，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再看看你的中间，接下来掌声欢迎潘姐潘月云。潘姐你好，让大家鼓拍一下，来照顾一下左边的机器哦，左边的机器，哇哦，天生名模这样，再看看你的右边，右边你右边右边，对对对，今天来了两万台机器，大家不要拍照。再看你的左边的举手举手的女生，对对对。谢谢潘姐，谢谢，欢迎民歌四五高峰会音乐总监施小荣。看看第一排的右手边，第一排的左手边，对对对，大家都拍到，小哥跟后面的大机器挥个手，掌声欢迎叶嘉修老师。掌声欢迎殷振阳老师。振阳哥，请站到这个位置来拍个照，谢谢。好，站第一排的左手边，第一排左手边哦，第一排的右手边，第一排的中间，谢谢歌王。
师，谢谢。欢迎永远美丽性感大方于凯烈小姐。哎，你好，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。哎，你看中间的左手边。对了。看看中间的右手边豆腐哥的方向，对啊对啊，也请台姐跟后面的大机器挥个手，大约200万台左右，谢谢。谢谢台姐，掌声欢迎徐锦淳。看看我们中间的大机器，中间。中间第一排的左手边，对，闪光的不停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中间的右手边，请景淳姐跟后面大机器挥个手 ，Yes I'm here， 谢谢徐景淳老师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， 欢迎王梦玲大哥。麦克风乐器请上。这演唱会在9月13号在台北小巨蛋登场，这是民歌45高峰会的巨蛋感恩场。当然今天呢，我们票在宽宏已经卖得非常的好了，这边呢今天除了请大家最后把握最后一些小小的票数之外呢，这也是一个感恩的记者会。接下来我们准备民歌45高峰会巨蛋感恩奖全明星为带来演唱会先听版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要唱两首歌，那第一个呢是我们王梦玲大哥的歌曲，那当然呢我们是向他致敬啊，因为大家看得出来他刚一出来就很像是我们的这个领队一样。然后呢第二首歌是唱这个这个小梅姐的她的创作啊，奔放奔放啊。小草实在是比不小